HARLEY 空气净化器哈雷以他的摩托车闻名世界，这次他的硬汉美学被设计师拿来做成了空气净化器。一般来说，为了凸显洁净的感觉，白色和蓝色的灯光才是最佳配色。这橘红色是什么鬼？营造一些内燃机的灼热感吗？还有这个摩托车油箱的造型，哥白尼净化器打开之后会发出突突突的声音。02RE VELKNIFE 厨师刀哥在逛街 X Data 的时候发现了他，外国厨子不像中国厨师一把菜刀前劈后斩走天下，料理各种食材的时候也是用不同的刀具，不过论刀工就差远了。 Rivet Knife 是可以折叠并且更换刀头的模块化厨师刀，设计还是十分精巧的。再吐个槽，原网站的介绍视频意大利味的英语实在是032ASPBERRYPI 盲文显示器，树莓牌玩家最近十分活跃，哥经常看到一些树莓牌做的电脑平板这类，今天这款盲文显示器很特别，确切的说它也集成了盲文键盘的功能，算是一个同时可以输入加输出的简易电脑了。它可以通过 USB 供电，当然也能使用太阳能充电器和移动电源，获得长达几天的续航。零四搭载机枪的无人机，俄罗斯武器制造商 MS Anti 做了一款无人机，上面搭载了一支 VAP212 卡宾枪，可以在天空中射击。从已经公布的资料来看，只能在空中进行漫无目的的击发，还未能进行瞄准射击。当无人机落地之后，可以把两只记忆撸掉，变成一支手持武器。这种无人机应用往深了想还是挺恐怖的，希望世界多点和平与爱吧。 05 Train Plick 的啤酒刺，有没有小伙伴看过电影里面的大汉双手各持一罐啤酒，狠狠砸破之后就往嘴里灌的画面？这给我一种错觉，罐装啤酒拉开拉环的饮用方法难道是错的？反正野兽怕酒鬼们不喜欢这么斯文的方式，这一款啤酒刺就是用来暴力野酒的，用法不用多解释了，容嬷嬷教过你们。